还记吗？你一直没回我的微信，所以我来问一下。 还需要我教你吗？那天是我用词不当，你替我向你老师道歉。说过了。师母前几天还发消息问我，说你的同学晶晶是不是那个明星乔晶晶？我不在的时候。 你又知道了，我看了你的战绩，所以还需要我吗？你买的那些奇奇怪怪的零件都已经到了，地址写的是我家，电话号码写的却是你的。 幸好物业大收了，难道要放到我家里不管啊？要管的，那就上来吃饭吧。有我的。 我明天再过来，坐了一晚上的火车，现在太臭了。你坐一晚上的火车？ 你还跑来这儿打游戏啊？幸好带了充电宝，不然电量都不够。我叫司机送你回去。啊，不许拒绝。不想让你到地铁里去训练。好，于老师，你家住的真挺远的，这开车都快1个小时了。哎。 你看，我掉了10颗星，引以为豪。连胜就有连败啊！再说我拿了5个百方 MVP。欢迎回来啊，鱼。这张怎么回事？守约16%的输出。鱼教头。 这是辅助的问题，你看这一场中单实在太爱乱跑了，中塔很快就丢了，还有这一场是打野节奏实在是太乱了，根本就抓不到对方射手让他发育起来了。一会儿是单排还是你带我上排？我带你。哦，这次出差发生什么好事了吗？居然愿意带我这么善良。哎，你出差去哪儿了？这么突然，发生什么严重的事了吗？西安。 其他不能说，保密要求。啊，家属也不能说。我不是说我。不能。这么无聊，你岂不是没有话题聊？大概吧。那我们开始。我先吃个早饭。你居然给我买了肉包子。 我把地暖温度调高一点，来。Shut down！
我不是故意卖你啊。新人，我知道。你出差一趟，怎么打游戏风格都变了？打这么凶，英雄也都是不常用的。换种风格，你适应一下。今天的十连胜比昨天的还快。你自己随便玩一会儿，我去修投影机。哦。看，这是我给你打下的星星，你自己玩，随便掉。还有多久能修好呀？快了。要是修不好的话，过几天决赛我们就偷偷去现场看了。你是想去还是不想去啊？看你水平了。别干扰我发挥。我去单排。这撸的没来了吧？哇，你也太菜了吧！赶紧下一把，抓紧时间下一局。就对面那个苏恋，他一直在嘲笑我。经济不行了，现在做不了。可以气他一下。他是不是以为他可以杀掉你啊？没想到穿墙挑衅了他一下。经济非常重要，不要浪费时间做无用功。以前的于老师才不会理我这种要求，说不定还会教育我一下。出差回来好像有点变了。于图，这几天我可不可以用你的手机打游戏啊？哦，比赛要用比赛专用机型吗？你的那个手机刚好一样，我想可不可以先练一下手。密码是0424，自己去客厅拿。